今天是2017年11月6号，幸福台湾微笑朋友小编 Steven 在石门山步道为你做现场。那天气非常非常的好，风和日丽，蓝天白云，登山的好时光。从停车场走上来，顺利的话不用到30分钟哦，所以天气非常好，棒，哎呀。眼前就在眼前，好，我们。